现在像一个刚买到的员工。就我看舒淇那个一个综艺里面戴那个帽子，我一下就种草了，然后买回来。买回来之后，我发现有点高估了我的颜值，我跟舒淇长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你看，这个其实这个造型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是你要当它当遮阳帽确实挺好的，感觉可大了，绝对能遮住。你看这太阳这么射进来，都射不到了，只能射到我脖子。就该里边说话都有回声，你现在我这么说话都能感觉到回声的感觉。留吗？还行，但是我觉得有点贵，800多块钱买个遮阳帽，不值得了，不值得了，亲们。那后面是这样的。哈喽，大家好，是你刀哥回来的频道，人别催我了，618购物清单来了。这里面恰饭的有那个提我大名有专属优惠，然后不恰饭的有618统一的优惠。然后最近我打算开始试试直播了，就是卖东西挣钱。但我看那些主播讲成分讲的都可好了，我觉得我要加入那个战场的话，我可能会输。网上的东西都是虚拟的，所以我打算从今天这个视频开始，我就拿你们练手，争取让你们快快乐乐的就在不知不觉中把成分听懂听完，然后你们也好好听，觉得我哪说的不好啥的都跟我说一说，给我提提意见，上点心啊、哦，就是当个事儿办，然后到时候挣钱了。好，那如果对今天的视频感兴趣的话，就看前面的视频看点击那个疯了那么多头皮上的点点叮。叮你。那先说两个头发的，这半年我用到了一套我觉得还不错的洗发的那个组合啊。洗发水你试试这个若野的清澈控油去屑洗发露，我送他8个字，头油特精，蓬松王者。先说个事儿啊，老妹儿。开小号给我做数据，累死了，前天连夜走的。我就是说这么个事儿，你们心里有数就行了，别多心啊、哦。我都不勉强你。那两种情况用它，第一种情况就是你头发跟我一样，一天不洗头就能油成一缕一缕的，那别人都是头包脸，你是那个油包脸。你试试，最少能让你的头发晚出油2天0.3个小时。该讲成分了啊，好好听。其实头发油的快，本质上是因为我们的头皮皮肤出油太快了。然后有的洗发水呢，其实只能洗掉我们头发上表面的油，但它里面这个微囊科技可以直接包裹着植萃成分进入到我们头皮的毛囊里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你洗完它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的感觉，每一根头发丝儿都被洗得特别干净。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你头发又细又软还很薄，就是总是贴头皮的，你也可以试试它。它里边有个成分，西班牙翡翠花。它是天然的发丝蓬松剂，可以让你的头发自然而又健康的蓬松起来，不贴头皮。而且这个翡翠花里面还含有多种天然的氨基酸，就是让你的头发不会干。而且它一蓬松起来，发量看起来就多了，就显得脸特别香。那他家是统一优惠啊，不用报名，你就上去直接买就行了。然后他家这个呀，他优惠太乱了，你就买就行了，便宜好几十块钱呢。那范某买了一堆最近非常火的。罗莱雅的蒸汽发膜，程序员小姐姐推荐的这个 KT 发膜、温莎发膜、碳氢水加氮，还有华熙生物的玻尿酸发膜。这华熙生物，我看他家还出了那个玻尿酸的矿泉水，家可怕别人不知道他家是整玻尿酸的，一天天净跟玻尿酸使劲，我都害怕他家再出个玻尿酸汽车啊。他家还出了玻尿酸奶茶，我喝了，并没有变美。还没测评完，你们有啥种草的都可以现在告诉我，让我一起测，争取在618之前给你们出一期，能赶趟吗？接下来这个也是必买的，也不是推广，但是真的特别好用，就是这个 TT 梳。你头发毛躁可以拿它梳顺，你头发要是顺，它能梳得更顺。给你试一下啊，这两边底下能看出来吗？真的很好使，就是有点贵，不对，就是我买贵，现在才80多块钱，我5月30号买的170。那能咋的呀？不就是贵90多块钱吗？我又不是买不起。少买18个搓澡巾啥不出来了？下一个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 Pro 升级版，无香精、无酒精、无色素、无荧光剂，而且更好用。不 Pro 那版里面的主要成分是双重玻尿酸，但是 Pro 这版呢，它里面加了一个长效玻尿酸，它可以抑制透明质酸降解，然后让玻尿酸在你脸上停留的时间更久，作用时长延长了12倍。我个人用下来啊，我觉得他说效果延长12倍，我觉得他肯定该有点吹了。但是确实贴一片的效果能维持2天半，持久。而且它的精华液超级多，并且很清爽，你用完之后你就感觉到你的皮肤被灌溉了，然后你一嘴脸咚咚又是油态。而且还有一点我挺想跟你介绍的，就是它这个膜布和精华液是分开的，看，
这样做它就可以保证里面的成分更加的鲜活，抹布也特别舒服，很贴合又不会有气泡，并且它把精华液包裹得很好，不用往下流。接下来阿尔博士前导精华，你们都去买，假装去也行，就是忽悠忽悠他们，让他们觉得跟我合作效果特别好，就觉得我属于是那种便宜活好不粘人的那种就是达人，然后争取成为他家的野生代言人，然后从他家挣一把一把钞票往口袋里面装。我都想好咋花了，先拿10万块钱啪一下子拍老妹脸上，让他注册个账号跳跳绳，点多少个赞跳多少个，咋样？别等那个我挣了钱了，这个视频点赞过100个，我就给老妹儿开账号，然后你们点多少个赞，让她跳多少个跳绳。Just you know why. 手下留情啊，各位。那先来说它的成分，修护效果特别好的3%的二裂酵母产物，它加了很多，成分表里边排第2，所以它修护肌肤屏障特别厉害，还添加了硅烷化玻尿酸加肌肽。它的补水效果特别好，你一抹上你就能感觉到你的角质层更加的水润了。然后我每次护肤我用它，我后续上底妆我都不会卡粉。它其实是一个基底精华，你要先用它，然后再用爽肤水啊，再用其他的精华，再用乳液，它可以把你的肌肤通道打得开开的，然后后续不管你上啥吸收的都特别好。它是凝露状的质地，一抹就开水花，一点不会油腻，而且它又是这种真空包装的，所以里面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事，我是真的非常喜欢它，而且我也用没了好多瓶了。直播带货，我第一个我就卖它。下方小红书给我开秒，老板给我再加5万套，倒数3个数开秒，3、2。没了。那要来了专属优惠啊！我这个是45克的，你买一个优惠20块钱，最后是178块钱。然后下单备注四小刀，还赠同款的前导精华中样2个，益生菌面膜2片。然后如果你买2支，优惠是40元，最后是高168块钱1个，也是下单备注我名，赠品是中样4个。下一个施佩妮，他家新升级的小冰块散粉，欢迎李总投我。李总有钱了，我很开心。上个月去上海美博会看到李总了，我正给美博会给这嘎踱步呢，一不小心就让他给我抓着了，拉着我唠了一个多点，自己跟我说的。哎呀，高哥，我变了，不是以前的我了，我好看了。怎么说呢，李总，这包装一点都不合格，一点都不花里胡哨，一点都没有年代感，我不喜欢，我喜欢原来的你。你往上放点玫瑰花啥的呀。然后林总他送了我一个我就这么一拿，然后他一下血，我咔都接住了。然后送了我一个卸妆膏和一个散粉，这个卸妆膏特别好用，但是他家还没上，等上了我第一时间我就直播，我就买，我今天让他生产10万个，捐给我光华。然后这个散粉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颜色，我拿它补妆，它可以让我的皮肤从就是脱妆了的那种暗沉的肤色，抹完它刷一下就变得像刚化完妆一样白白净净的，而且它那个白不是假白，也不是那种定妆粉抹多了的那种很厚重的很磨皮的白，它就是那种好像你皮肤本来的肤色就是那种白白嫩嫩的那个感觉。然后它里面添加的保湿精华配方还有技术比老款更适合干皮，而且还能更长效的控油和持妆，就是你一脱妆它就不就伴随着出油吗，然后它一上油一下就没，用完之后脸特别滑，然后很得劲儿。而且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它是属于那种水散粉，上脸之后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你看它现在是粉是吧，你一上脸然后它就一下就变没了，就好像是那种凉飕飕的水在你的脸上，特别舒服而且还好用。接下来这个是花西子云纱防晒妆前霜，你们不都天天在微信上问我啊，刀哥防晒妆前到底啥区别，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子啊、哦，妆前就是可以让你的底妆更加的服帖，防晒就不用说了吧，区别是啥呢，就是妆前你懒你可以不用，但是防晒你懒不懒你也必须给我用。那花西子这个你就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有防晒效果的妆前，那它作为妆前我觉得它的业务能力可以说是很到位的，我觉得它最牛的地方就在于它调整肤色真的很厉害，然后它作为防晒它的防晒指数也非常的强，它的使用感也非常的好，一点都不油腻，成膜很快，但是呢又很润，而且也不会绷着你的脸，均匀肤色的效果也很好。如果你今天不想化妆，你直接涂一层它也可以出门，会让你的肤色变得很好。那如果你后续拿它上粉底的话，它跟粉底液也不打架，我教一下你们咋用，你整个干净的美妆袋你就这么的拍，对，挤一点就可以啊，不要一大坨到脸上。这老妹儿，我不跟你们说过吗？去年上丽江不涂防晒，我跟 Piro 说，我说你涂点，不涂说那个防晒糊挺黏腻不得劲儿，回来晒黢黑。现在不旅游了，天天在屋上班，
完开始用了。我这瓶没到多久，快要用没了。我招助理啊，招助理。那他家618的统一优惠是6月16号到6月20号，单笔实付满328元送礼盒盲盒。然后接下来是斯文体的电动牙刷，老朋友了啊，关注我2年以上的拜把兄弟绝对都看过推过他。就我具体跟他家合作过多少次吧，我就这么说吧，跟我交情有5年以上的朋友，我都亲手送过他家的电动牙刷，人手一个。那如果你现在手里面已经有电动牙刷了，你就继续用，不用换，这玩意儿不会坏。那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用过电动牙刷，那我来跟你讲一下为什么要用电动牙刷。电动牙刷它刷的比普通牙刷更加的干净，就是你们人类不天天的胡吃海塞啥都造吗？然后牙上就很容易残留一些细菌和食物残渣，如果清洁不到位的话，就容易形成牙结石。你用普通牙刷，你刷大力了就是咔咔咔咔蹭，就会容易损伤牙齿。如果刷小力呢，就刷不干净。但是电动牙刷它是自震，速度很快，然后清洁的非常到位。来放个黑屏，看自己牙，呲一下，咋样？刷干净。那现在我说一下我为啥一直在推荐 Sofity， 就是第一点，它的刷毛非常的细，非常的软，它的毛尖是普通刷毛的1/10，你的牙缝啊、牙沟啥的都能给你清洁明白。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特别省电，你冲一次可以用半年，并且你那个如果无缘无故坏了，它可以3年免费换新。618都是家旗舰店，报我大名，不仅有减免优惠，还有额外的神秘的优惠券。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啊啊！对对，还有一个，我看很多人在私信里面还有微信里面问我防晒衣。那防晒衣的话，我给你说一下啊，我还是去年的这一个，我觉得还挺好用的，就是蕉下的这个。还是去年跟他家合作的时候，他家给我寄的，但是我真的觉得还挺好用的，也挺凉快的。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买。我觉得真的很好穿，去年我在重庆穿了1年，然后现在我天天早上遛狗的时候我也穿。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呗，我们下期再见吧。你走之前不用忘记帮我发3条疯了弹幕，拜拜。